叫中华民国在台湾是无任何一个参政权啊。我们如何把他的参政权停止？过来，阿才十秒五点的来，有问题，有需要，咱陈老师来答答复的，这阵答的问题做出来。我没代志啊，我没问题啊。你讲我党今天吃冰酸啊，就对了哈。在咱的内心，感觉拢没什么疑惑。你话讲咱这底下的贴起来，这感觉生活，这感觉怪怪。所以这个是给咱上好的机会吼，因为我刚刚讲的是三个，我再跟你讲清楚，再来讲下吼，我刚刚是要讲下，啊，本来拢讲清楚三两分出来吼，啊，这个时间是上好的这个机会吼，来一个来。这我很有清楚的，我不成功的。而且，咱台湾，你是什么民族人哦？咱台湾民众简直很怎样哈？那边去做那个政务的时候，咱台湾民族人，啊，抓头人有当抓唔到。而且，咱上级的方法是唔是用美国的 AIT 来申诉？哦，啊，恁看啊，所有需要偌济人，恁美国。这个当然完成安排嘛，一旦跟我们感觉不够，这是我们出钱做怎样的事？我只是在那边见到人多，我是我是非常，但是你如果去到台湾，啊，咱台湾人要怎？我来偌济人去，我来做个新手靠到不了，啊，带出你们共进。过来，我讲吼，今天你讲难能可贵吼，麦克一下吼。啊，那买单上以前啊，就有敢带这种奥巴马文化嘛？哎，是不是的？老实讲哦，咱台湾在武汉、武汉、武汉、武汉的每日吼，可是奥巴马出来就不断的介绍，把你讲两句话，这是属性的嘿。我说过来，有需要麦克给咱带上来。咱台湾要给咱的美国总统奥巴马要安装个千万啊，有需要要给讲，带着麦克给带到这个美国，有奥巴马嘛会使呢？你个十分钟不高嘛？啊，大家借这个机会观众呢，对两千年外国在这民主工程已经到这阵多足足多十一年了，十一年了。这十一年来，也无一个美国有代表性的美国人来自这个所在，互咱台湾人会当用上实际、上直接，会当来签字，甚至会当来拜托。啊，无只吃饱吃，只下生阿美方地，我吃只美美国做美国，恁美国拢无要吃饭。啊，美国人进来一声，把咱有话甲讲，叫咱带做怎个，咱甲奥巴马甲讲一个，替咱台湾签嘛一个，好，这个是不好，这个好。今天毛高啊，当然特别好啊，东北的，啊，人家特别好啊。因为你搞得真不好啊！我这嘛从生死都不怎么过了，过不动了，五包年啊，这点小人包上来了，要你。比较冷静，因为政府啊，中层阿爸嘛，公共财源啊，笨拙做啦，又老顽固啊，哦，阿家用钱买票，亲戚拢用钱买票啊，阿只嘛最好是台湾人很分散，伊种无多安啊，用着平衡，就是讲台湾人要提升，阿跟美国人开，都要中途啊，很困难啊，阿不错啊，阿无用我保护啊，哦，阿个大哥请你啊，用你们啊，全部系分享。我一多他人啊！真有意思的，跟你这不够，你的意思是讲你他妈你这不够，你听得对了哈？哦，好了，来来。我是闽南的，我们闽南这里到咱们这里美国哈，就麻烦咱这里奥巴马来给我们替咱阿扁总统哈这人防哈。是不是有咱地人权的这个迄、這个吼？对吼，啊，咱地佫一条吼，就是讲会当甲这个马英九的这个绿卡吼，搞得清楚安尼，吼，感谢。我看安尼啦吼，
翻译嘞，较翻一个，翻译较翻一个，不过我来讲较清楚啦。凊彩而且就是讲哦，阮这份心目中哦，上受未亏的就是讲，美国也是真正有担当哦，奥巴马真正是一个伫自由国家一个民主吼的掌舵者吼。咱台湾人心声讲，马英九到底有美国，不是个假啦。我讲啦，我甲怀疑有美国的身份证啦。那是有啊无吼？就算甲奥巴马讲台湾人以后就肯公布一个安好啦，安怎讲？现在做呢，不晓得做呢，哎，你们居然错错，你讲的想弄谁吼？对，喜欢你就对了。有意见那我写出来，咱拜托，我讲你个是民主国家，你个是一个民主的国家，百分之百民主的。哦，因为你是咱台湾哦，卖就取得讲民主啊，暗中啊，卡在边啊，炸死，不准个人咧养呢，哦，不能想哦。啊，所以我讲哦，你讲我这就，咱拜托我这个阿麦克讲哦，因为台湾对美国。上想袂开就讲，马英九边缘都有美国的护驾吼，拜托美国肯公开一个，安得了啦吼。好来，过来，过来，大家有意见的吼，今天吼，我把退出来，退出来吼，好来。我看你咧行步足神勇敢的台湾人，有神啊！我上班迄个吼，那先生吼，来哦，国标一个哦。叫我们台湾人跟人家说，台湾人甲美国人相关的行为，哦，世界哦，这老啊，是阮这就甲唔捌讲话，讲烧电了后，我讲话讲，这个美国这个外国是伊的，是伊来讲，哦，美国台湾是伊来讲，变台湾伊来讲，为什么伊种放两点？台湾人哪里讲啥话拢放两点安尼？这是台湾的关系，要甲你讲好清楚安尼，哦。我相信老师的话啦，来，老师来，好，这个，来，做什么好？我是根据三个方法啦，我希望讲美国爱做个这几年以来吼，美国错误的经济政策吼，使美国去救助，拼经济，结果让台湾的经济都放倒不起来。更加是中国人台湾受害，所以希望讲吼，美国爱了解讲吼，把拜纳替中国强盛要变那个制裁，等到吼爱希望吼台湾人有一个经济支柱，甲美国有一个联系，因为台湾人对美国吼较和平啊，啊 ，We are very friendly to America, but America is very, I think.你台湾都不是出台湾 ，so I hope America should do right things to help Taiwan to economic development, not to approach China. Okay， 谢谢各位，今天我们来啊，台湾跟美国吼经济搞好来，卖不台湾跟经济吼去中国做位。台湾哦，这几年就是马英九集团哦，欺骗台湾人，讲得中国台湾会好，哦，这是我们美国刚帮助的，非常之赞。